没回香港。你傻不傻？你把窗户打开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大过年的，催债还是催命啊？哎，陆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陈，啊，拿下拿下拿下！什么？小陈，哎，陆总裁，这大过年呢，你来人家家就送个果盘，还是酒店赠送的，又不是送给你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谁啊？陆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今天我妈，我看你妈去庙里头上香了，最起码半天才能回来，所以啊，我就赶紧上来了。真不要脸！你在我们家门口蹲多久了？两个半小时呢。哎，小陈，小陈，怎么样？想不想我？陆总裁啊，你不觉得你有点恶心吗？我还有更恶心的呢，你们要看吗？哎。看着呢，我不管。妈，陆峰，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阿姨，儿子哪里对不起你？你有解释？要害他？快走吧！我们家到底做了什么？伯母，伯母，您听我说。我对小陈是认真的，陆峰，你说什么？妈，你先听我说，你不要激动。闭嘴！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他闯进来的？是不是他逼你的？妈，伯母，妈，哎，你不要生气啊，妈。陆峰，我求你了，快走吧。是陆峰，你赶紧走吧。走啊！你滚！你们俩都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小陈，大哥，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阿姨，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，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儿子？伯母，事情是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伯母，伯母，陆峰，伯母，你还得听我说，伯母，饭是有我们的。走开！凭什么都是小陈的错？凭什么？峰啊，你跟奕晨不是跟我们一样吗？你就让我死了吧，我死以后，你们爱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吧，反正我跟你爸爸在地底下也看不见。妈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，你就跟那个男的断了吧。妈，你说卓兰他多好啊，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就不要他呢？
我做不到。我爱陆枫，我不能跟他分开。儿子，妈不是逼你，你们俩都是我生的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俩去受苦？妈其实就是想，在有生之年，能看到你和弟弟都能成个家，都能生个孩子，妈就心安了。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我在一楼，不管多晚都等你。你走吧，我想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，短时间都不要再见面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喂，小陈！哎，你干嘛？让开！喂，小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小陈呢？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陆枫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在我这儿犯浑。陆枫，我哥现在不想见你，你们需要时间冷静一下。冷静？我没办法冷静。你让他出来！住手！你不告诉我是吧？行，我去你妈病房等他，我就不信等不到他。你疯了？你不能去。你知道的，我能赶他出来。你不要太过分。想干什么，陆枫？你是不是有病？陆枫，别打了！让开！陆枫，别打了！让开！陆枫，放开！你摔哪儿了？哎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一晨，哥，你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医生，我这怎么了？经诊断，病人的下肢暂时失去了知觉，什么时候能恢复还不知道呢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吧，
他可能会瘫痪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轻轻推了他一下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，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，我一定尽力把你弟弟治好。钱我有，不需要你的钱。强，不要走，我们走。小陈，你走吧。老太太，你刚刚度过脑梗危险期，现在绝对不能随意走动，必须卧床静养，好好休息哈。嗯，我跟你说，真是太可怜了，老的住院了，小的又瘫了，那个哥哥整天东奔西跑的，可辛苦了。是啊，哎，依晨，吃饭了。你先去洗漱一下吧。哥，你给妈送饭了吗？还没有，等会儿就去。
你弟弟他真的太冷。妈，不会的，青兰在东京给他找了最好的医生，他马上就要出国治疗了，一定会好的。病人于凌晨2:05抢救无效，宣布死亡。如果真的想撞死我，又为什么要踩刹车？小陈，你妈妈的死，我很抱歉。我要怎么弥补你，你才不会怨我呢？是不是我被撞死了，你才会好过一些？是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你知道你刚刚
刚说那句话的意思吗？如果你一定要退婚，那我陆展鹏就没你这个儿子，我陆家的每一分钱，你都别想拿到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能结婚。从现在起，我跟陆家就没有关系了，不能脏了陆家的门楣。你，臭小子！爸，看我今天我不……我陆家没你这个儿子。一月的单，让他自己买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说出来心里话，痛快。有钱有势，名门闺秀的。决裂了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跟爸道个歉吧。我不会道歉，我现在已经不欠任何人的了。你们都给我看着，我陆枫一定会站起来的。因为海伦湾发现气田无法开发，中天地产股价暴跌，已经跌破了发行价。很好啊，郝总在香港把办公楼建在我们公司对面，非要挡住我的太阳。也许很快我们就能见到郝总的高空落体了。还是陆总耳头的绝妙，这老狐狸果然上当了。对了，我吩咐你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？您要找的人目前在联桥设计院工作，我已经向他们的公司提交了合作意向，他们已经同意了我们的人才交换计划。陆总，这枚戒指对您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这枚戒指对我来讲是一个耻辱，我把它摆在这里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给我带来耻辱的这个人。慢一点啊，来。
恢复怎么样？逸晨在日本的治疗非常顺利，恢复得很好。哥，哥，你别担心，我按时去复诊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兰姐，你在日本吃了很多苦吧？爸爸，没有，秦朗把我照顾得很好。爸爸，来，这是文阳吧？嗯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兰姐，当年我哥结婚临阵脱逃，你居然没有恨他？他能告诉我真相，不拖我下水做炮灰，这才是我喜欢了4年的程逸晨呢。都过去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逸晨。啊，经理。外派单。要我去韩国。对啊，他们啊肯定看过你的作品。创元公司啊可是现在风头最劲的地产公司。他们在韩国承建的可是大项目。这样。赶快回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就走。是哪里？不直接去公司吗？이곳에계십니다들어가시면됩니다我不明白，你是创元公司的老板，你为什么要骗我来？骗这个字用得很好。你这个项目我做不了，我要立刻回国。来者是客，起码干了这杯酒。
是不是我干了这杯酒，你就让我走？你在酒里放什么？你说的，放。还记得当年在教堂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现在想想是不是很可笑？我出去兜个风，上面有台摄像头，希望不要拍到你太多的丑态。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，现在你可以发誓，发誓永远留在我身边。那万一要是你赶我走呢？那你也不能走。喂，你讲不讲理啊？万一你要是跑了，我会不择手段把你抓回来，把你锁起来，打断你的腿，让你再也跑不掉。
了，再也不用见，不用见欲望背后的危险，却再也不奢望，不愿念沦陷。秦朗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！你看，怎么会这样？谁发给你的？我觉得一定是陆峰干的。我哥电话一直打不通。你别着急，我们想想办法。你赶紧给兰姐打电话，让她马上过来。今天我高兴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吃的话，我就喂你。真的不让我走，你就杀了我吧。如果你再不喝水，你会脱水的。杀了我吧。卓兰，兰姐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他连名字都改了。陆峰，他不会对我哥怎么样吧？你不知道创元公司陆总裁的手段。现在的陆峰，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走，去韩国。啊！
往这儿扎，扎呀！像五年前那样扎进去，扎呀！陆枫，你放我走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？结束了啊？一说结束就结束？那你又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明白我经历过什么吗？你有家破人亡过吗？你有弟弟差点残废吗？你知道我妈临死前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吗？我所做的不过是离开你五年，让你陆少爷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你得不到的东西。我因为你一无所有，你却背叛我，给一个有权有势的女人结婚，难道你就没有骗过我吗？难道因为你出身高贵，订婚是为了利益交换就可以被原谅吗？我骗你，那是因为我爱你。死到外面去，别脏了我的泳池。你不明白，我究竟失去的是什么？因为爱你，我失去了我的全部，我生的卑微，我没有资本跟这个世界对抗，我是月亮姐，我爱上了你。
这个爱就是原罪，它让我失去了一切。小陈，我就是你的一切。逸晨，何峰。程逸晨昏迷一个多月，你就在国内耗了一个多月。小陈病重，你要守着他，我不反对。可明天的香港发布会事关创元公司的生死，你必须得去。这是你自己打下的江山，你必须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这次我们率先将环保产业运用到地产项目当中，预计未来将开启更多跨产业跨领域的项目。以上就是我们创元公司关于绿色节能环保的开发建设。至于创元集团的前景和未来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多谢创元集团陆总的精彩介绍。各位仲有其他问题吗？这位地产之星的记者 Mr. Lu, young competitor of the market of real estateJust talk to the press about your private life. Any comment of that? 因为我高考了郝总的中天地产，所以郝总一直也想高考我。但是对于他散布的消息，我想说，那是真的。啊！怎么这么尴尬？啊！太过分了！怎么这么尴尬？走了，走了。你就别喝了，你哥一定会好的。特别新闻报道，创元公司总裁对媒体的最新演讲。因为我高考了郝总的中天地产，所以郝总一直也想高考，但是对于他散布的消息，我想说，那是真的。是的，如果我的爱就是原罪，我愿意替你背这一座山。程逸晨，我错了。程逸晨，我错了，我爱你。这是我们采访吧？这是我们采访吧？走，采访一下吧。来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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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让一下。让一下，各位媒体朋友，请问你们是陆总的什么人啊？病房里面住的是陆总的爱人程逸晨吗？我们只是想问程先生几个问题而已。病人已经昏迷好几个月了，无法回答你们任何问题。你们都回去吧。那我们拍几张照片怎么办？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，原来黄总过来是真的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陆总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
你嘴上都是酸的，那就一起尝尝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你说反了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我可以听您的话回香港，但您必须答应我，程逸晨不能受牵连，他必须要念下去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夏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没有女朋友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没有，我心里只有你。骗我！你明明叫我未婚妻。我即便是结婚了，我心里也只有你。我不爱你了，滚！你就没有想过，人是会变的？飞机遇到一股强气流，请系好安全带坐稳。Yeah.
就从今天后的每天都在我身边。你曾说经过时间后的考验爱就不会变，你曾说生死相念就在明天等着你出现，现在只能我一个人望着地平线。